掌声欢迎 B6 的 Scream 以韩语和华语演唱这首 Maria。시작해지금시되겁게우두려워하지마조친눈앞에지타야니비비죠우저래보추지마Maria，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评审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先问问九剑大哥，我觉得 Scream 给我的感觉有台型啊、哦，台型很不错，还有也够投入。最重要的就是要投入，这方面你们都做到了。可是刚才你有某个部分啊，那个光芒，你的音呢，就是中间呢，突然间就掉下去了，啊、哦。就反而是中间你很厉害，你中间那个音呢会就是会走掉，可是又回来了，这边要稍微的掌控好一点。另外呢，就是高音你还掌控的不够好，我相信你自己也知道，好，可能是因为你肺活量的关系，所以你这方面呢自己要在你的这个力要再去训练一下。 好， 好，加油，谢谢 Kevin。 我觉得今天的吉他哈、哦，你终于把你的 lead guitar 玩出 identity， 我觉得今天是一件蛮可喜的事。然后今天 bass 也是非常，我看到你玩 bass， 我已经把这首歌已经投入整首歌里面了。然后这个 drummer 不用说了 ，you are the best，OK、okay。But、anyway， 我就说那个歌手是你们选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点担心，因为 Maria 这首歌其实是需要蛮大的肺活量。然后这位歌手这位主唱歌手呢，等一下不要再转了啦，很紧张哎。然后突然间就是说要需要很大的肺活量嘛。然后如果说你没有那个肺活量的话，会担心会唱得不好。但是我觉得今天你们唱的这首歌，真的有你们的特色，谢谢。小松老师，看他会不会紧张？没时间了。今天你们是异世界最大的敌人。因为你们的表现来讲完全符合你们四个人的个性，在舞台上就是要这么群魔乱舞啊。我讲的群魔乱舞不是不好，是每个人的特色都表现出来了，尤其吉他手你的 solo 弹得非常的好，但是要坚持到最后，因为你最后一个音就有点跑掉了哈。这个但是四个人非常非常的好，很精彩，谢谢谢谢。如果想要支持 Scream 的话呢，记得他们的投选热线是1900-112-6006或 SMS B6 到71199。